盲点，这盲点蛮可爱的。哦，雪球一箱14点，酷，还有雪球哎。哦，这洗衣精哦，哼，也好像至少还有机会。我靠，哇，杂具好大，这包怎么抓啊？哇，我靠，他找的有啊。有了吧？我操！好卡，咚咚咚。可是这个感觉，哇，它也差一磅保夹哎。哦，可以动吗？把这个打去旁边。啊，哎。哦，后旁哎，这个好像有机会。我先把这个拿下来挡一下了，要保险一点。好，他一定要卡那个后盘，这才可以吗？刚才有。笑死！他能夹那一根吗？哦，他可以维吸耶，那我把这个先吸过来好了。结婚吗？来了，打二楼，还是直接扒去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这只右边甩，然后拉上去上二楼。
放他。哎、欸，有机会，好像可以维持，然后大地把它吃掉。哎、欸，他不倒了。等一下、哦，他看能不能甩上去，甩上二楼，或打去正门都好。感觉打去正门就有机会。哎、欸，那个线我觉得是陷阱。倒摔一点。哎、欸，那个线，还我、哦！百分之百卡到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看不到了。哎、欸，哼、欸，这可以搭吧？这搭了一点，可是会高线。悲剧啊！这个线已经卡我好几次了。好、啊、的，哎西。哎、欸，只有那个线。夹三换二，夹四换三，夹二换一，哎、欸，夹二换一点，夹三换两点。哇，好慢哦，这是什么鬼？哇，好难甩。我还怕我夹出一个之后夹不出第二个，这就很尴尬。好像还好，哼，好像不能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这好慢哦。嘿，原来直接拔后面就好了。三个换两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点了。这个感觉好像一定要拼两个，不过拼两个好亏哦。可是这个要怎么夹？这个不能吸啊。对啊，它不能吸。然后这种躺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夹。哦，他是用转的吧，然后我觉得他是要从后面抓起，哎、欸，躺平了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不简单，他可以小小维系，可是就是超级微微。但它其实是差五十而已，这个不做好像怪怪的。
好了，应该有办法吧？这么满了。想一下，我要怎么夹比较好？自己把洞口塞这么多。其实夹不出来，有点尴尬。好问题哦，这我真的夹出来吗？终于露爪，我看露爪有没有用啊？完蛋！哎，它怎么脱爪了？它会下来吗？那一颗好像有机会，大黄色的，好像没有下来的，拿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要不要？不行呢。我靠！我坐的位置其实，哎，我坐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我打掉了。完了，我要保连续保两个吧。哎。哎，什么鬼啊！一半了，天哪，我真的要保两次哦，傻眼哦！这个人上个楼能干嘛？把这个推进去动。好，推进去，推进去。那可以打二楼吗？打二楼也太硬了吧！不行啊，他可以勾那个黄吗？他会直接溜滑梯下来，用宝夹的力气往溜滑梯，这什么鬼啊？哎，杀杀杀！这个再打一个，就刚好三点。把地基挖了吧。咦，好像可以吸，这门比较好吸一点吧。有了，好，那就到了十四点。这个的宝可梦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？长得有点怪。我靠，很有力气哦。哇，他是解锁啊！天哪，他只能全包吧？
来了，这个能不能把我好拿下来？哎，米真的很紫滑。我吃，这样不行哦，皮卡丘。哇，发财！哦，还好没有出事。他现场太短了，他现场太短了，这只好像找不太到，抓不太到了。对啊，确实，这只应该摸不到吧？对啊，这只摸不到，这只好像那只是刚好最后底线。来，最后一次，不行就算了呗。好，不行。对，还有撼动娃娃。他怎么这么保价那么低啊？60而已，很奇怪。我靠，这个是什么奇怪的牌数？来到这里，不要哦！这是什么？好像是糖哎，好像也不错哎。它起不来，我觉得那只盾甩应该有机会。那个东西掉下来去压的话，好啊，因为它保价真的很低啊，是倒真的。那只应该不用管。到了，好快了！滚一直下来了，笑死我！那你这样滚下来了，那你就出来吧。哎，你弄刹车了。这个是哪招？它是卡线的，这个摸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这位置神奇的撼盾。好，不要不要，那只怪怪的。这里竟然还有这种娃娃。这里的洗衣精又是长怎样？会下饭？上品，严重，超严重那种。再一次。我操，你也超饱啊？应该不可能吧？这个厉害了。只能说这边的爪力真的是堪忧。
这个一定更难。哇，这没什么。六分上了。它是松了吧？欸，真的很大块，它可以用方的，这种脏的用方的。哦，终于外丢刚刚好，这个蛮可爱的感觉。哎，我以为它是绿色的，它怎么是白的？哇哇，这个也太阳春了一点吧？这也这个哦，哎，其实蛮亮的，好像还不错哎，哎。可以，没有想象那么差。然后把手机放在上面，然后手机是放这里啊，试试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直接按它就完。光台。哦，看看啊。这边的话，可以在哥布林的那个宝道大宝前面选一样的。好，哥布林。对。好，那我选这个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们有袋子吗？那要打包去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好像没有厕所，就用这个纸伞擦手好了。我不会连这个都保夹吧？我会傻眼的。哎，还好，我连这个都保夹，我就哭了。80抽，很耐用。哇，1000个拼图，好猛啊！这是蛮好看的。哇，我还真的没玩过拼图，还是加加看，说不定可以拿来拼呢。可是我会拼吗？哼，那爪子怎么大？哇，好帅哦！天哪，哎哎，好像有机会。想一下，用方的吗？好像可以用方的，它爪那么大。好，那应该丢不回去吧？哎，看，这个该用方的了吧？来了吧？哎，卡洞喽！优秀，优秀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它是这个造型的。好，谢谢。
好像还蛮好玩的。我刚上挡不挡就很好打了，那法力很强。对对，这台，他们的弱点就是这台。错，刚说完落点，然后我就拉抽了。哦，还好还在。我觉得他很残的是啊，他不好抽起来，能这样讲。太长了啦，还是用单打，跟刚刚一样。我这个是假他。哎，你怎么后打？哇！爆夹，笑死！不要！哎呦，爆夹竟然我爪去，太神奇了！还是
抓这里，抓这一坨，因为它应该会压下去吧。悲剧，悲剧，天哪！哼，来打！我靠！怎么这么硬？What the hell？ 还是全包我，他刚刚全包外丢哎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Clear